在碗底打孔，一敲就碎了。而把碗放在水中，却能轻易地定出孔来，这就是水的缓冲力。把竹签和火柴头卷进锡箔纸里，顶端捏紧，架在杯口，点燃火柴头，你就能模拟火箭发射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两根火柴靠在一起，点燃它，火柴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样紧紧依偎在一起。把纸片一圈圈剪成螺旋形状，悬挂在竖立的竹签上方，下面放一个燃烧的蜡烛，纸条就像长龙一样盘旋起来，这就是热气流。一根吸管根本无法扎穿土豆，只需按住吸管顶端，用力一戳，土豆就被插穿了，这就是压缩空气的威力。两把钥匙用系铜丝相互缠绕并连接，对准干电池的正负极，你制作了一把简易电热刀，这就是电阻定律。我